生活部及主会长日前是举办发挥，在发挥结束以后，将200份的物资来转做爱心，送给当地弱势民众，包括讲有米啦、面条等等，希望提供给因作为日常生活使用。虽然讲现在咱的生活拢相当的富足，不过其实也是有真侪人需要大家的救助。马好生活的吴吉慈会讲，决定要来发送爱心物资来校区内的弱势民众，希望咱在生活上带来实际的帮助。哎，是因为吼，我母娘讲下发挥，吼啊发挥来做起的时阵吼，啊伊有讲起，伊甲阮交代讲吼，即个米粮就是要吼咱即个给十二户的，所以阮就爱照约啊指示来办起，啊所送的物资就是啊，阮含公所来配合吼，因为阮的资料是148位，哦啊148位啊啊有，阮的物资是有200份，啊所剩的都是阮为孤儿院入去。感谢各界人士的赞助。这次要发送的物资内容有白米、甲面条等等，拢是咱日常生活当中相当实用的食品。虽然讲可能唔是真贵重，不过内涵的爱心可是一点也拢未少。来源嘛是透过了公庙主导来向各界所募集而来，总共准备了200份，期盼会当带来上届实际的帮助，和大家生活当中充满着更加侪爱的力量。记者郭佳敏，神话区采访报道。